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Selina 任嘉萱，我今天在 Space Cycle 带我的好朋友黄子佼一起来做运动。天哪，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你怎么会运动呢？我一定被绑架了。怎么下去啊？我要走了。不行了，过年期间、你总有假了吧？有，对不对？你总没有理由了吧？那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要边唱歌边骑飞轮啊。可以啊，来啊，右边转一圈，快。什么东西啊？右边转一圈，这样子。对，一圈吗？两圈也好。会怎样？这水龙头是吧？水会变紧。你脚不可以停哦！我跟你讲，从现在开始五分钟，大家注意看，黄子佼脚都不能停。那我要松一点。可以。最重要，为什么带你来骑飞轮呢？除了让你无处可逃之外，还有很重要，就是因为你最近发片啊。对啊，你发片，你唱歌其实都要肺活量吧？我知道啊，我必须讲啊，其实虽然主持不是唱歌，但主持也跟气息有关系。有些词我们会一口气要噼啪讲完嘛，其实你的很不容易耶，不能断气啊。对，有些那个，比如说什么台北市客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室的市长，你还是要一口气，其实他还是。就是某种程度上，因为你不可能你说台北市客家委员真的不行的，所以常常我们在台上，可能你们觉得好像没什么，但是偷偷换气这件事情，我认为对主持人也是有日常的训练的。介绍一下专辑。我的专辑叫做 Life and Life， 就是把所有的我写过的歌词拿回来重新的演绎。比如说有一首歌叫《渴望》，是1992年写的。1992年是我20岁，也就是26年前，我那个歌词就喘喝啊，一直到2018才发行。所以他那首歌歌词是写给。那个不是，你跟你想的都不一样。马上他会帮你印着谁这些女生的照片。回头想是很漫长，像沈依娜，你看她都还没满26岁，而我却等了26年。您今年不是才26吗 ？Oh my god！ 我真的听一下这个歌词，我可以直接唱啊。为爱可以不眠，可以不累，可以不远，难道问题在我？要求比别人多，被爱一再打击，一再失去上了自信，难道我条件都不够？所以这你那时候写这个词就是这首歌。20岁，你看我多早熟。所以他这首你没有注意到我是一边踩一边唱的吗？有，蛮厉害的。姐，该逼很痛。我现在不是喘，也不是酸，是该逼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其实你肚子要用力，其实你屁股不是完全的完全。那你站得更好啊。站得不会，我觉得坐得比较好。想害我。你等一下要站得。你到底是不是好朋友啊？你跟太太坐着聊一聊就打完歌了。我为什么来这里上 Selina 的这个小教室呢？主打歌来了。同学会啊。对。要站着。站着。好，我就假装我在绕南港展览馆嘛。好。现场的朋友，想见我。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，是孩子的爹。我的同学他一家糊口，反复吃喝拉撒睡。Andy 忙着卖股票。忘词了。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，只有老师没改变。我在这边正式的宣布，黄子佼可以进军唱跳歌手了。今天呢，我只能说你体力真的不错，还行哈，还行，比你想象中好一点。所以不要再逼我运动了，就是我自己知道这边都会剪掉了。焦哥呢，最近就非常非常忙。其实我每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都一直在鼓励他什么时候跟我一起运动这样。所以希望今天带给他的体验呢，会让他觉得，其实运动有很多种方式，很多不一样有趣的变化，然后就可以找到他自己喜欢的运动。谢谢，辛苦，谢谢，谢谢小妹妹啊，谢谢，你特别有爱心啊，没事吧。